起新闻，我是柯兴祖。今次开始，咱来关心国道一号大南交流道伫早暗八点外发生火烧车，是一台客运唔知啥物原因导火，火是烧甲真猛。消防人员赶紧去拍火，加载司机甲三个乘客拢有走出来，无人安怎。清晨暗时八点外，国道一号大南交流道北角出口路边停一台大型客车，几台车都火烧起来，大火一直冲到天边，看起来让人家就惊。抵达现场后，发现游览车全面燃烧，有一位司机及三名乘客自行逃出，没有人员受伤受困。消防人员是伫暗时八点三十九分接到报案，马上出动八车一十一人去拍火。初步了解，烟熏大客车在驶的时阵，司机发现有异状，马上停在路边，疏散车顶三乘客落车，佮报警。导火大客车占用大南出口佮出口外边的路径，车规个烧起来，亲像一粒大火球。好佳哉，驾驶佮三乘客已经逃生，目前员受伤受困。火势在暗时九点十七分拍发，导火原因由消防检测单位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